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君年。今天呢，我要挑战韩国拉面，所以就是要挑战三分钟。三分钟。对，所以就我跟我朋友一起挑战的是 Brian Channel， Brian Lee， 然后易翔。OK， 这个 rules， 这个 rules 就是我们挑战这个，就是吃的时候挑战不喝水，就是也就是说吃完才能喝水。OK， 就像我上一集一样。OK， 三，是这样快乐的准备啊。准备一大口先，三、二、一。完了，一样时间。可是我都有点，想睡呢。我上一次还比较痛苦，没有比上次还要痛苦，但是因为上次我只要流汗、鼻涕，但是现在没有，只是开始真的辣，哇！我去哪流来？冷的啊，太矮了。要不我们去哪流来？让我们先去拿牛奶，很痛苦。所以我拿了牛奶喝，就像上次一样。可是讲到完，我们全部挑战成功了。滚！三分钟是可以的，我们还有剩大概15秒，我和一翔足足15秒出来。我看的时候剩下4秒，比我大便的时候还有点辛苦。没有，我这样看的时候剩下四秒。你射完剩4秒，我大便没有这样辛苦。我不知道，我们俩看的时候剩这个，哦，很辣。啊，比较舒服。小孩，不然在家。不要吃饭了，对，不要叫你妈妈。我觉得下一集我们会拍啊18禁薯片。辣椒、香菇，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所以要明天要必须晚了。
所以谢谢大家收看，我还会再拍其他东西，就是比如没有，就是这些东西啊，所以 Brian Channel 就是刚才坐我旁边的，他也是有这个 channel 啊，所以记得 like、share 跟 subscribe， 就讲 bye。